而且不要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讲那些，可以。可以吗？啊，还有什么？我叫米糕。米糕肉鸡腿。嗯。啊，米糕跟肉。面啊。啊，面面啊，面糕面啊。啊，我要了。别熬在家里，干杯！试试看好不好吃先啊！第一次去怡宝米。这是怡宝米，那个汤是我特别 order 的，要加钱的。人家讲它跟喇沙汤好喝，嗯，我们就试一试了。这个是喇沙汤吗？啊，这个是咖喱喇沙的汤，这个咖喱喇沙的汤。给它放在那边，嗯，这是怡宝，嗯。很香的，它的面里面是有叉烧，有鱼饼，然后还有肉碎，还有点肉碎，嗯，肉碎 ，OK， 嗯，它的鱼糕就是这个，这个是鱼糕，嗯哼。
搞。嗯。而且它很香的。嗯，不是，拿呗。还好了，七块钱不了。OK 哦，它的面 OK 哦。嗯。它不会讲淡。它里面好像是有猪油炸的。嗯。好了。蛮香的。熟度是刚刚好的 ，OK 了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酱油，酱油。嗯，我觉得这个熟度刚刚好。酱油放不够啊 ！OK 啦，我不喜欢太多酱油。我觉得这个味道淡淡更加好吃。给、okay, 我们开起来看到底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这里有咖呀，有巴德，我巴德很保险，巴德不是很好，很保险。酱块要收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吃完你就收。好。因为那个，哎呀。OK 吗？说说吧了。他咖椰也不是很美啊。OK 吧了吧？很普遍。这是我们刚才在档口买的萝卜，我们试试看啊。OK， 还有豆干，有青瓜，有鱼蛋，还有炸那个油炸的东西。OK， 我们拿一点出来吃。应该是吃不完了，我们拿一点够了。很下品，这放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拿一点出来吃吧，还有香料。试试看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再怎样形容它的味道呢？它不是很脆那种，不过还不会很硬，它的那个。你要上去刚刚好，它不会很脆，因为它已经炸了几个小时。这是什么？刚才有讲这个是用鱼做的。
子吃的，不单子吃的够大条，大概六块钱一个。满满的料，有什么？南瓜哦，鸡蛋哦，沙格啊，沙格就是像煮蛋，应该得有鱼丝是吗？我觉得是有啊。倒是那一间啦、啊，搞错了啊！应该是一间卖两百多元对吗？啊，是啊。所以你要给他讲早餐。嗯。嗯，这样子啊。有红豆咯，加工，煎蛋，还有这个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好像家里这样子，不懂。这个南极我来吃过的，你要买上面这招牌，你看到吗？哇，南极来吗？还来过啊？是一年前，是一年前。南极吗？嗯。那个阿里罗斯塔还在的都。来，真的好吃。
他买甜椒吗？还没点呢嘛。你晚点用啊，一小时。做门店。要了。好的。这边一包。在那里。老板，可以看看。一样的啦，我这儿快大一点，啊，打包一包的，我细的。一包啊？系啊，包，我称称啦，加少少油。少少油。好嘞。少少。我先炒叉烧烧鱼啊！哎，就好啦。两包散沙，谁叫我们？一下对话不尴尬的。要哪一杆呢？要准备一下。ada koyak tak? Ada. Baru sampai ni. Ada busuk tak? Ada. Kalau ada busuk dia ada basang. Okay. M eh? M. Mana? Berapa biji dalam? 32. 32. Berapa kilo? Aku tak ada tulis ah. Ada tulis ya? Tanya. Okay. Sini bakal saya kaya tadi ada lagi ni. Eh, no go.